曾俊華司長、林大輝議員、各位嘉賓、各位校董、各位校務委員、各位行管的校友和師生，大家好！非常之榮幸能夠代表行管的同仁歡迎各位出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典禮。今日是行管校園裏面林大輝中樓的正式命名，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日子。我們很多謝剛才我們的同學是用一個很獨特的方式去開展這個典禮。我相信大家去過參加過很多不同的典禮，但是以一個現代舞蹈的方式是能夠顯出我們行管的獨特，我們的 uniqueness。 希望這個這樣的精神都是能夠讓我們在未來的發展裏面是充分表現出來。我在這裡也要代表我們學校多謝林大輝議員對行管的支持，更加感謝曾司長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這個命名典禮，攜手去見證行管校園新貌的歷史時刻。我今天很高興能夠見證我的好朋友、我尊敬的林大輝議員出錢出力支持行管。大家都知道大輝多年來是支持香港的教育事業，不單止是在立法會之內面，特別是他擔任主席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代表香港市民監督政府的工作。在議會之外，他多年來也是對教育事業的熱心和支持，甚至他的慷慨的捐書都是有目共睹的。大輝在議會內最出名的武器是他連珠炮法這些四字詞語，他每一次的發言都是出口成文的，字字鏗鏘。我的文采，特別是我的中文，當然是及不上他的，但我都想藉今天這個這麼寶貴的機會拋下書包表揚一下大輝。你對香港教育的貢獻絕對稱得上是樂善好施，令人肅然起敬。我希望你的付出能夠感染多些其他的朋友參與和支持香港的教育事業。多謝各位。教育是一項長遠的投資，必須持續投放資源才能夠有所成果。現時不少外國的學校都是採取一個雙軌並行的模式，即是同時接受政府的款項，亦都同埋接受商界的捐助，商校合作，才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持續健康的發展，為社會孕育更多的人才。今次我十分之多謝行管可以俾一個咁好嘅機會，我可以略盡綿力參與行管院校的發展。我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有更多更多的機會，通過不同的平台，可以同行管攜手全力推動本土的教育發展，作育英才，回饋社會。另外，我深信行管在鄭博士和何校長的英明領導之下，行管所有人的上下一心一定會打好一個很好堅實的基礎。我亦都深信行管會很快升格為大學，造福香港。最後，我祝願在座咁多位身體健康，事事順意。多謝。科技演進日新月異，時代變遷亦都循環不斷。隨住社會的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自然亦都係有所變化。呢一座新嘅設計嘅鐘樓，能夠一日24小時、一年365日，傳達出恆久不變嘅訊息，象徵住行管人對知識嘅傳承同埋追求，始終與時並進，永不止息。希望行管同仁今後能夠按照既定的長遠發展計劃，為21世紀優質高等教育作出更多的創新和貢獻。行管近年來一些成績漸漸受到國家的認同，展望將來，行管將會繼續開設創新的學位課程，推動優質的教學，完善我們的住宿書院的制度，增強研究的影響力，拓展對外的服務和關係，積極籌募捐獻，以及為了我們的校園評審和證明大學
作出充分的準備。衡管作為一間自資的高等院校，制度和模式比公立院校可以是較為自由靈活，如果有足夠的資源和適當的政策配合之下，在課程和教學模式，我們應該可以是做多些的優化創新，和公立的院校錯位發展，填補香港高等教育發展上面的一些不足，亦都比家長和學生多個教育模式的選擇。除了政府撥地和提供校舍擴建的免息貸款之外，學院的建築投資、部分的教研經費和學生的獎助學金，一直是有賴社會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捐助。我們希望林議員今次的捐助能夠帶動、鼓勵更多社會人士支持衡管。